节目之后，我想你们给我一个建议，你们觉得我适合找什么样的人？就找你喜欢的，就找你喜欢的人，除此之外都不重要。你会遇到那个让你喜欢你的人的，你一点错都没有吧？就做自己，你很棒，真的，你很可爱。咱们就贾子英，为什么不能贾子英？来，纸。很勇敢。哦，好的。啊，那边。不要。你也不要忍着哭啊，没有必要啊。对，因为你最后那两期让我好心痛啊，我觉得你一直在强颜欢笑。其实我觉得我后面那两天真的很勇敢，真的。对，你没有错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你只是说给到彼此，两个人给到彼此的东西可能不是自己想，不是大家想要的。嗯，对，我也很爱哭的，我经常也是说着说着就哭了，但是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让你哭的。哎呀节目之后，我想你们给我一个建议，你们觉得我适合找什么样的人？就找你喜欢的，就找你喜欢的人，除此之外都不重要。你会遇到那个让你喜欢你的人的，你一点错都没有吧？就做自己，你很棒，真的，你很可爱。咱们就贾子英，为什么不能贾子英？来，纸。很勇敢。哦，好的。啊，那边。不要。你也不要忍着哭啊，没有必要啊。对，因为你最后那两期让我好心痛啊，我觉得你一直在强颜欢笑。其实我觉得我后面那两天真的很勇敢，真的。对，你没有错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你只是说给到彼此，两个人给到彼此的东西可能不是自己想，不是大家想要的。嗯，对，我也很爱哭的，我经常也是说着说着就哭了，但是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让你哭的。你形容过的爱情像一种什么？蓝莓。哦，这居然可以答得对，有点默契。晚师来了以后，我们一起三个字。换一换。哦。我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戴在你的脖子上面。项链。前面还有一个动词。戴项链。解项链。漂亮。哦，水姐最经常说的，我最后送水姐礼物，我真的会谢。哦，一个动作在剪辑里面经常会看到，拥抱。对，哦，这么默契的吗？下一个，天超给圆儿做的四个字的玻璃瓶子，接近了。玻璃杯子，好急，可以。时间到。玻璃花瓶。拥抱一下。冷的都哆嗦了。好吧，那我呢？你呢？我呢？哎呀，快点吧，急死这样。这什么极限拉扯？是你拿吧，我拿怪奇怪了。老师，自己也谈好课吗？还可以吧，还行还行。我超课你们两个的。就是妍希坐在我旁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，锁了锁了锁了，民政局跟他们锁了锁了锁了，就有那种我磕的 CP 成真了的感觉。对。